我们知道呢，月季啊是北京的市花，在北京世园会北京馆和园区内啊，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月季品种啊是纷纷亮相，争奇斗艳。那么接下来您将看到的这些月季品种，不仅少见漂亮，而且还花期特别长。春潮、菊月、暗香、东方之珠，这些别具文艺气质的月季，都是在世园会北京馆绽放的中国自育品种。这些北京月季既有大朵的华贵，也有小簇的清新，既适合北方气候抗冻耐旱，又有超长花期，能在整个世园会期间持续绽放。北京的市花之一就是月季，我们北京种植面积是生产面积2.5万亩，在北京我们有的品种收集的品种2300多种，北京月季研发的有我们的中国农科院、中国农业大学，还有北京园林科研院，它近年来总共研发出来应该是有30多个新品种。以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为例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，他们的月季研发团队先后进行多项月季引、选、育、推广应用等课题研究，其中一支团队的7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已拿到植物新品种权，其中3个完成国际登陆。这7个品种在世园会上悉数亮相。自育品种是中国民族的乡土的符号，本次世园会将有机会展示更多国家的知识产权品种，它将激发中国的育种师们在园艺上进行创新，从而培育出更多的中国民族的自有的品种。央视记者北京报道。